董事长、执行董事、营运长及各位集团长官、普威士忌的家人们及到场的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普威士忌月刊总编辑钟志强。承蒙董事长错爱，让我有机会在此一岗位替大家服务。那我先来这边替大家报告一下普威士忌月刊的业务内容。普威士忌月刊创始于2017年4月，那当时我们就立刻去集结了一些在业界卓越且出名的写手、编辑及美工，像在台湾著名的《天下》杂志的驻站作家，以及在香港著名的亲子网站，还有在各个应该是说美工业界著名的美编者，也都是在我们集团的范围之下。那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去年开始到目前一月底最后一次出刊，总共出了9期。那里面有许多内容，我觉得是常常听到人家说人是集团最重要的资源，那其实又以我们普威士忌的核心理念，以人为出发，以家庭为依归的话，家人更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那这边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自己或是你附近的人或是你的亲朋好友出现在这边的，因为他这边的话是我们月刊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每个月都会遴选集团内优秀的人员，然后来替他们进行人物专访，让他们了解成功的背后付出的努力及辛苦绝非偶然。好，我希望在这边也可以借大家的手，给以上的优秀人员一个掌声。那普威月刊每个月固定出刊，以利广大的会员们了解集团目前的营运状况以及之后的目标及发展。那我们也促进了许多活动的记录，希望说当时有到场的嘉宾在看到月刊出刊之后，可以细细品尝、细细回味，也能令百忙之中无法到场的嘉宾在看到月刊的时候，也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以下是月刊内的各单元介绍，有许多都已经是由该单位的总经理介绍过了，我在此就不多赘述。有两个地方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帮忙我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有两个，一个是感谢有你，一个是会员花絮。感谢有你应该许多有看到我们月刊的会员都知道了，因为我相信在普威士忌这个家庭里面，大家的都是感觉到幸福的，感觉到开心的，一定会有许多是你希望感谢的人。那我们有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让你去好好的感谢你真的真心想感谢的人。那另外一个会员花絮，也是因为我们的会员体系众多，假如你有一些是可能你们体系哪边办的活动，或去哪边玩，你都可以向你该体系的负责人或是领导提供这些素材，他们都会转交给月刊编辑部这边，那我们会再做一个每篇跟审核之后，再将它放到月刊上面。然后在最后，这边是我们编辑组的人员组成，因为月刊这个东西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也是需要大家所有人的同心协力，才可以让月刊圆满丰富。所以我也特别谢谢以上的这些各位以及所有普威的家人，替我们共同圆满这份月刊。那在最后也向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年行大运，谢谢大家。谢谢钟总经理。接下来我们有。